Lisa 日前迎来27岁生日，其他成员及粉丝都纷纷送上祝福。Lisa 也宣布将发新专辑的消息，让粉丝相当开心。而今日有网友在球场上巧遇 Lisa， 国际足球赛26日在泰国上演韩泰之战，有网友就捕捉到 Lisa 现身看比赛。而身为泰国人，她在韩国出道发展就让人好奇她会支持哪一队。没想到曝光的照片，只见 Lisa 拿着应援手幅，一半是蓝色，一半是红色，蓝色写着泰国，红色写着韩国，泰韩两边都不得罪，非常公平，让粉丝看了全校翻直呼：大韩泰国人，不愧是 Lisa， 太可爱了啦！